我不要啊，因为我只想，哎，我至少我出家了，我认为我对这些东西不要太在乎啊。但是话又讲回来，我发觉我不要啊，反而天天每个东西都是我的。我现在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，就是说，师父，这个房子是你的，你不住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就卖了。你不要，我就留到你死。你看，这是我的。包括我们洛纳活佛也跟我讲，叫我回来，这一间是你的。包括我们德国林古伦波切，每个都说这一间是你的。对我来讲，我如果一年能够去住几天，去借用一下，我已经很快乐了。啊，但是你会觉得，哎，你反而不想拥有就拥有，不能说拥有啊，就可以去享有这个。啊，不需要去懂。就像我现在，像各位。现在人说海涛法师，你粉丝很多，你才知道啊，三公是一百阙啊，我充满在感情的爱里面啊，啊，那我没有，但是我得到别人关爱的眼神了，啊，但是当然我没有痛苦，为什么？没有执着就没有痛苦，哦，如果你这里面你有想要抓住啊，想排斥啊，你就痛苦。所以我想我这样说的意思啊。各位都像我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家人一样，啊，大家一起来讨论比如何让自己生命更快乐的方法：忏悔、做功德、念佛，啊。第二个呢，那就是要开始练习，念一下。来，第二，放下。各位多练习，虽然你拥有了，或是你痛苦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快乐或痛苦，它只是暂时的，一定会过去的。啊，就像女孩子生小孩，我不要生了，不要生，下回还不是又怀孕？啊，因为啊，原来痛苦过去就没有了，一下就 OK 了，啊，所以我想第二个各位要学的，除了忏悔业障、修福报，让自己很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第二个各位要学习平静的心，就是放下。佛教里面叫出离心，这个出离不是说各位要脱离它。是心里慢慢不要太在乎他，好不好啊？一直要练习哦。我很在乎我儿子，我很在乎那个事情，我很在乎那个财产，这个会让你很痛苦的哦。啊，你的病就从这边来了。你现在要分遗产了，分的有一点心里不太，那病就开始发作了，因为这个东西让你很担心。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各位，当你对这个事情放不下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你要念阿弥陀佛，可以念普门品，可以。你不要让你的心一直挂在那个地方。我很喜欢这个事情，这个叫执着了。啊，第一个相信因果，忏悔修福报；第二个再念一下，不执着，不执着，因无所住。啊，住就是执着，你想要抓住它那个。所以各位佛要叫我们学习放下。啊，不要对万事万物起的心态，我爱我不爱这些，你要随缘一点，啊，那大乘佛教讲空性，空性，那各位可以多念《般若心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或是抄《般若心经》啊，啊，或是多念文殊菩萨，或是多念《嗡阿拉巴扎那帝》文殊菩萨的空性加持我的心，啊，不要太在乎，凡事从客观去看看就好了。你不要说你是我媳妇，你是我儿子，又卡住了，啊，因为卡很久了。如果你这辈子不放下，下辈子换你又来投胎做你孙子的女儿、儿子，然后就一直轮，万一你修得不好，做一只狗又来投他做他的爱狗，这样，然后大家就一直这样，这些轮回，先生太太、爸爸妈妈一家子天天在那边轮不完。所以各位要学习放下。当然佛陀告诉我们，来常念阿弥陀佛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，叫我们来这个人间是来还债了，也来修福报的，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回向发愿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劝人家这么做啊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每天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按照阿弥陀经去想极乐世界的
庄严清净。就像你去阿尔卑斯山，你去大瀑布，好美的景啊！啊，你要把心呢，先脱离世间的纷纷扰扰压力，然后让你的心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念，啊，那念到你内心里面，感受到就像打坐一样，身体都没感觉了，因为你入定了嘛，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到忘了你得癌症，记住这句话。很多人就一直老是很操心那个事情，老是挂在心里放不掉，这个非常伤身体，啊，也非常伤你的心态，这个也会让你来世堕落一个痛苦的漩涡里面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叫你放下，啊，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把一切业障根本，对不对？把这些烦恼贪嗔痴，所以阿弥陀佛叫清净光佛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会念阿弥陀经就念。各位来调查一下，会背阿弥陀经的举手。纽约有，有一个，有两个。好，谢谢谢。下回我们要多办念经啊，多办多办。请我们维贤法师都会背阿弥陀经的，就给他鼓励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多念多念，然后你念下来背啊。背下来不用背得太快，就像牛在吃草，还要吐出来，慢慢念，慢慢想里面的意思。哪一天你儿子说：“妈，你怎么这么快乐？”不要吵我，我正在净土，你把我拉回来。啊，因为我已经进入那个境界，所以刚刚我们还在说，以后把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做成一种动画，对不对？3D 的，让你身历其境。哇，好像就是坐在莲花，阿弥陀佛就在你前面晃来晃去。啊，这个是佛陀教我们一种快速的出离心，因为那种快乐超越世间所有快乐，这样了解吗？请问极乐世界的快乐有没有超过世间所有快乐？这个世间的快乐都是苦的，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变化无常、无法主宰的、苦空无我的、不清净的。各位，你要相信。修行就是要你要相信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但是各位相不相信极乐世界？相信。虽然我们看这个花好像很美，但事实上它 会凋谢的，你要相信。再好的爱情， 再好的健康，再拥有再多，都是暂时的。不要执着，你要告诉你自己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。啊，就像医生说要给你开刀了，会，好好好，我不会痛，我不会痛。不会痛还有个痛呢，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啊！所以然后你要慢慢学习放下。最好的方法，比如说有人生病已经很严重了，他们问我怎么样快比较好，我都建议他不要住在家里，搬去寺庙住2个月啊，搬去一个清净的地方住2个月。因为你在家里就是你生病的因，为什么？烦老公、烦孙子，完全你永远放不下，那就一直在让你燃烧。啊，完全放下，去住在法林寺，好不好？去住在我们的叫护国寺，去那边扫地吧，去那边擦桌子，去那边拜佛，短期出家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给你自己休息休息，心平静了，专心的念佛啊，专心的这边除草啊。你会觉得病都好一半了，回到家又开始发作了。本来就如此，夫妻之间呢，如果两个吵一辈子，天天见面，天天烦，天天有压力，你就开始胃痛，就睡不着。然后老公出去2个月，你天天睡得很好。啊，奇怪，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嘛。所以你要了解说，我原来放下可以改变的。啊。你放下以后平静了，你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。你在一个烦恼的状态、担心的状态去处理事情会更复杂。所以我讲这个都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各位，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就很多事情让你不安心。就像我们占星师刚才才说到，师父，我这一次要进来美国，竟然关被卡住了。那个官员还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你这一次进不来了，啊，进不来了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想啊，
如果我进来对美国有帮助，就让我进来；如果我进来对美国没帮助，那我就不要进来。我说他接受，结果不到十分钟，那个官员又来了，好吧，这次让你过。对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方法，平静，不要担心，接受它，透过念佛，不是光关卡，开刀也好，得癌症也好，头痛也好。啊，你现在脚痛怎么办？这个脚痛是不是什么病？我现在腰痛，要不要开刀？还没开刀，你已经天天在开刀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各位还是要学习放下一下。啊，如果你不放下，你硬要去处理那个事情，你会很痛苦。这佛教讲空性，就是放下，接受它，啊，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发现很多忧郁症的人，如果他愿意听话。我们以前法政老法师在台北，很多忧郁症，他就会拿一个整张心经叫他抄，先去抄经啊，抄抄累了拜拜佛啊，等一下吃午饭啊，他都不跟他讲你有忧郁症，然后他乖乖抄的，个个都变好，不乖乖抄那就没办法啊，因为法政老法师说随缘了，他有缘就抄，他不想抄那没办法，所以抄抄抄就有力量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是最重要的，希望大家，我们知道众生都在因果六道轮回里面，众生很多人都很执着很痛苦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听到佛法了，我们要学习做观音菩萨，关心他们，替他们放生，替他们忏悔，替他们念佛，希望呢，大家将来都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不下课了吗？只要你愿意去，那我这辈子任务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我送我爸爸去，我送我妈妈去，我才知道这个世间真的是白忙一场，白苦一场。到最后只有一个妈妈念佛，妈妈念佛放下，不要痛苦，去极乐世界，不然要念什么？这个就是生命的就近处。对一个有限的生命，你到了极乐世界就变成无限的生命了，不再轮回。早晚成佛，记住哦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念一下必定成佛。看哪有比这个更保证成佛的方法啊？而且更慈悲的方法。但是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欢喜接受，替他修因果，替他忏悔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虽然你无病无苦，你还是要忏悔。我替众生忏悔。啊，虽然我像我这么爱放生，人家说海涛法师你不要再放了，你已经活到1000岁，你还放？我说我又不是替我放，只要有人生病，我替他放，替他施食。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堕胎，我天天要当作我的儿子，超度他最好的方法，来，所有胎儿接我儿女 ，I love you, follow with me。你不爱他就渡不了他。你爱他，随便拿一杯水，他也爱你。他也爱你就放下了，因为他为什么痛苦？因为妈妈不爱我，啊，没人理我，我生病不理我，那没关系。爱是共同的力量，对不对？这些流浪者啊，这些爱啊，所以各位除了爱他，没关系，还带他忏悔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你在做孤魂野鬼啊，你在做堕胎胎儿，你附在我身上啊。我现在很爱你，来，我带你来忏悔，哦，忏悔以后啊，我帮你修功德，你也要发愿将来修功德，帮助别人，啊，跟我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叫说法，说法，然后呢，而且当然你的心态很平静，很悲心，他会被你感动，就超度到了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呢，要开始念一下，以慈悲心念阿弥陀佛。以慈悲心忏悔修功德，啊，劝所有众生回向所有众生往生净土，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，这样就太美满了，啊！我想我的思想很单纯，很简单。当然，我到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、各种教堂，我都很认真在里面念。连那些神父看到我说：“哇，你们还真认真哦！”啊，因为老实说了，也不用解释太多，因为无所求的
那个脸人家就看得出来了。啊，林和长在那边为他们很深刻的祈祷，祈祷，啊，而且这个祈祷加入他们的法会，加入他们的弥撒，他对方可以感应的，真的是修道人都可以感应的，他会自然尊敬你，啊，所以他也不会排斥你，因为这个世界是。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了，这个世界没有分宗教了。各位到了纽约还分那么多吗？大家有饭吃就不错了，大家都快乐了，因为这个是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宗教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唯一最好的方法，像我到任何宗教，我要告诉我，要笑得更甜一点啊，啊，要更庄严一点啊，因为甚至我会这样观想。愿圣母玛利亚在我身上，愿他们看到我像圣母玛利亚的爱，愿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承受他身上现在所有的苦，所有的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。那如果你这样想而且有心这么做，对方会不会感应到你的爱？所以佛法的慈悲是超越语言文字文化的啊，超越的，就像我去法国，他们在讲法国话，我眼睛瞪得很大，耳朵听好像我听得懂，我总是也要很认真，好像我听得懂，但是他还觉得我听得懂，所以他就讲得很高兴，这样就不错了。然后我是用猜的，嗯，可能他讲什么，我就会讲嗯 yes， 他就爽了，嗯，啊，因为我认为专注很重要，就算听不懂，我也要很专注的，这是一个礼貌。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在匈牙利的神父教我的，啊，在匈牙利有一位神父，他们带我去看他，结果一看他，我迷上他的眼睛了，我才看到圣母玛利亚了，啊，他讲的话我听不懂，我讲的话他听不懂，但是他的眼神那种看我的眼神没有停开，那种关心到你心里面，啊，这个我要学。这个我还做不到，啊，那是让我觉得啊，我真的是感受到圣母的眼睛在他身上了，啊，而且亲自送我到门口，里面那个说我们主教没有送过人的，啊，因为我也学他这种关爱，所以他感受到一个，虽然你是佛教徒，他是天主教神父，但是原来我们的爱是互通的，他感受到这，因为我认为给别人希望也是给自己希望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佛教徒呢要有一个来生命的责任感，也就是说各位在任何时间都不要干扰别人，这是基本的，进一步要觉得说我会来随时帮助你，虽然我没有钱，但是我用心祈愿你发财，虽然我自己都在生病，然后我也希望你永远健康，你要用这个心去给对方安慰啊。所以因为佛法是修心态的宗教，但是不要让自己有爱烦恼的心，爱生气的心，贪心，执着的心，这些负面的心通通不能有。所以中间有讲到出离心，就是各位要有念佛的心，那这些只能靠你自己把它断除掉，你自己愿意断除，佛会不会加持你？一定加持你啊！我现在有烦恼，我赶快念观音菩萨，然后转为愿众生的烦恼都不要烦恼，因为我在烦恼。所以来念一下，菩萨病是因为众生的病，也就是说众生生病你就生病，众生烦恼你就烦恼，所以你的烦恼，你既然已经发了一个菩萨的愿，大家都希望做地藏菩萨，叫发菩提心，我们这次有很多菩萨受菩萨戒，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快乐就是因为众生在快乐，我今天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众生正在痛苦，这样而已，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个人的快乐或痛苦，这个叫空性悲心啊，跟众生连为一起，所以我要把佛的力量透过我的这种心来跟众生连在一起，所以我清净快乐慈悲的为他们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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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不会进入我的心，然后我的心又关心了众生的心，所以阿弥陀佛会通过我的悲心让所有众生都在那种快乐的心的状态，啊，在极乐的心的状态，然后他一心里一升起极乐，他就会脱离地狱了，他会脱离恶鬼。念一下阿弥陀佛，开始练习啊，我看
各位开始要爱爱一下好不好？今天你是第一次谈恋爱，开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由心里。过去那个爱叫假爱，那个是欲望的爱，现在这个叫真爱。我真心的愿所有胎儿都离苦，所有老人都不生病。就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一进来，来，当愿所有同学健康快乐，不会跌倒，交好朋友，认真读书，孝顺父母，做个有用的人，学校平安，老师快乐，校长安心，嗡啊吽。那我们来这边就没浪费了，你带来一个正面的力量，透过你这个正面的力量，佛菩萨就透过你把他的力量展现在这个学校，展现在这个医院。我刚刚在那个公园看到天下为公孙中山，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我就给他嗡啊吽，把阿弥陀佛灌到里面去了，把观音菩萨，任何人看到这一尊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先生，愿他们除了有尊敬孙中山先生的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，愿他们也得到佛法的加持。不管你是拜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你看孙中山，包括我在看电视那个出名的影星，我都会给他嗡啊吽，因为你们在看他唱歌跳舞，但是透过他，因为他也有佛性嘛。我们给他回向是融入在他的佛性里面，他只要在那边唱歌，别人就得到佛性的加持。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大家都在念佛啊？但是我不会把那个歌星拉下来说，喂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那这个叫执着了，了解吗？就像我在路边看到人家又在抽烟，我就这边念烟供仪轨，虽然那个味道不好闻，我会离远一点，但至少他还可以渡烟鬼。所以因为转化一切，所以各位来转不清净为清净。对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现象就是这样，但是对佛陀来看，不清净的本体都是清净。对阿弥陀佛来看，大家都是未来的阿弥陀佛。所以对释迦牟尼佛来看，世间人认为这是五浊恶世很糟糕了，但是对佛陀的心来看，他视现在五浊恶世要让众生看到清净的那一面。因为你想，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各位赶快把它展现出来，我们心中充满了平等的爱，慈悲的爱，我们心中充满了佛陀的智慧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想归佛、归法、归身，所以你已经皈依的就是你相信我心中有阿弥陀佛，我心中有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有观音菩萨的力量，因为我皈依了佛、皈依了法、皈依了身。但是呢，进一步我要把这样子的力量来感染别人、影响别人，而不要去指责对方对啊、错啊，哪怕各位都是天主教徒，我也可以表达得很好，哪怕各位都是印度教徒，我们都一样的。所以要我们讲空性就是超越一切，佛法讲的是共同的，就像空气是共同需要的，阳光是共同需要的，佛法是如此，包含一切，超越一切，却可以融入一切的。所以你是个佛教徒，那你就不应该排斥任何现象，包括生老病死，生病也好，也可以修行，让我去医院来为他们念药师咒，让我去医院，医生说你可能会断气，等一下地藏经还没念完，因为死亡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快乐的开始，但是趁我活的时候，我来为他们念地藏经，像我是佛教徒，但是我的医生都是天主教徒，所以我懂得他们的语言，这样，也懂得去赞叹他们，对，他们都认为说，你是假的佛教，对啊，我说你也是假的天主教，因为不然你怎么在看我？因为我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宗教的名字是假的，互相关爱是真的。你希望我好，我希望你医得更好，所以好。
思归一封，但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香灯，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光如来持斋度罪40劫，定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嘉庆文销合作社点万灯叫万水，好生教主比试试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。联络电话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，十供养教好生发挥。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叫万水，教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叫万水，甲消灾发挥。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1月30号礼拜四，定光高佛圣诞，清水祖师圣诞，上午10点半，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发挥。联络电话新德分会03-545-6691，恩启福合会03-545-6692，新德中心03-533-7368。1月31号礼拜五，上午9点半，苗栗弘法善医新春祈福药师发挥，供上药师经，点万灯叫万水，十供养甲围炉香烟。联络电话03-799-1513，03-336-026。1月1号礼拜六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度罪30劫，五灯阎罗王圣诞，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峰讲堂北关斋戒。联络电话02-2238-9987。1月2号礼拜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0倍，药王上帝万寿。上午9点，嘉义慈悲庵
降伏在天，祈福发挥，加行。